怎么啦？我要上游乐场玩。去游乐场玩啊？走，进去。今天妈妈带你们去游乐场。快走，找找在几楼了？三楼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坐电梯。找找电梯的口在哪了？啊，电梯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上去，上电梯，上电梯喽。我妈妈也行。坐电梯一定要逮着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很危险。妈妈看我。到了。在哪儿了？走过去。啊，上边你看好多的大风筝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还有书桌。我也想要。行，买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松鼠呢，是不是？好可爱呀。哇，这里好多的玩的呀。那我们要去那里面玩了。哪里面呀？哇，那个里面是不是啊？哇，里面好好玩啊。想玩吗？行，妈妈去交钱进去好不好？